请副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告院会，出席委员72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副秘书长宣读第七会期第七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9届第七会期第七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8年3月29日上午9:02至9:2910:00至11:52下午20:39至50:18，4月2日上午9:06至9:45下午20:44至30:4950至55。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孔伟文及等107人，请假委员孔伟文、池庸等5人，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其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9届第七会及第6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第34案、第37案至第572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35案、第36案均决定另定期处理。第573案至第576案、第578案为经济委员会等所提之报告案，第577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提案之延处情形。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17件，本院委员咨询部分19件。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5案、第8案、第9案均决议修正通过。第6案决议交党团进行协商。第7案决议请苏院长召集协商，协商后再行处理。第10案、第12案、第15案、第16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第11案、第13案、第14案、第17案均暂不予处理。其他事项变更议程提议，民进党党团2案及时代力量党团1案均予以通过，国民党党团1案、时代力量党团2案及亲民党党团1案均不再处理，时代力量党团13案。均不予通过。二，108年4月2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一项，宣读完毕。报院会针对第七会期第七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宣告：第七会期第七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行政院函送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提名名单，李金勇为委员，并为主任委员，请同意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二案，程序委员会意见，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院会有异议？有异议，本案做。有异议，本案就进行表决。按铃7分钟，并发表决卡，请按铃。
如果立法院有在讨论，就跟我讨论。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人没有拿到表决卡？好，都有拿到了，我们开始进行处理。现在针对国民党党团提议退回程序委员会进行表决。现有民进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74人，赞成27人，反对46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接着进行第三案。本院委员陈敬明等16人拟具《兽医师法第六条及第2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或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四案，本院委员陈敬明等17人拟具《护理人员法》第20条及第3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赖。赖世宝委员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陈欧博委员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林俊炫委员、罗志正委员对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接着进行下一案。第五案，本院委员陈敬明等16人拟具《货物税条例》第12条之5及第12条之6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或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六案，本院委员钟孔照等23人拟具《行政法人法》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七案，本院委员吴思瑶等16人拟具《家庭教育法》第6条及第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八案，本院委员陈学生等16人拟具《发展观光条例》第2条及第2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或交交通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九案，本院委员邱世伟等16人拟具《劳动基准法》增订第70条之1、第70条之2及第70条之3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十案，本院委员徐玉仁等18人拟具《公民不在籍投票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或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十一案，本院委员徐玉仁等19人拟具《政府采购法》增订第104条之1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或交交通委员会审查。有国民党党团提议进覆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11案。决定进覆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下一案。第12案，本院委员廖国栋等17人拟具《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调查处理委员会组织法》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或交司法及法制内政两委员会审查。第13案，本院委员廖国栋等16人拟具《原住民保留地权利恢复条例》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或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14案，本院委员蔡世颖等17人拟具《志愿士兵服役条例》增订第15条之1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或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15案，本院委员蔡世颖等17人拟具《陆海空军军官士官任官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或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16案，本院委员蔡世颖等17人拟具《陆海空军服制条例》增订第9条之1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或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17案，本院委员童慧珍等19人拟具《驻外机构组织通则》第10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或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18案，本院委员段宜康等16人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3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或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19案，本院委员陈素月等17人拟具《公民投票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或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20案，本院委员陈素月等20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28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由民进党党团提议进覆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进覆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下一案。第21案，本院委员陈素月等17人拟具《劳资争议处理法》第5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王玉明等十六人拟具《社会秩序维护法》第八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周顺敏等十七人拟具《强制执行法》第一百十五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进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林德福等二十人拟具《地方民意代表费用之计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第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内政委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五案，本院委员林德福等二十一人拟具《预算法》第六十二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二十六案，本院委员游美女等十六人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七案，本院委员陈曼丽等二十二人拟具《环境影响评估法》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二十八案，本院委员陈曼丽等十八人拟具《环境基本法》第二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二十九案，本院委员刘少豪等十六人拟具《海洋污染防治法》第三条、第八条及第六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三十案，本院委员刘少豪等十六人拟具《有线广播电视法》第五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一案，本院委员庄瑞雄等十六人拟具《离岛建设条例》第十五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二案，本院委员庄瑞雄等十六人拟具《农民健康保险条例》第四十四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三案，本院委员陈怡明等十九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八十九条之一条文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三十四案，本院委员林奕华等二十二人拟具《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资遣抚恤条例》第四条、第三十四条及第三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五案，本院委员林奕华等二十一人拟具《公务人员退休资遣抚恤法》第四条、第三十四条及第三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三十六案，本院委员徐一人等十六人拟具《证券交易法》第六条、第二十二条及第九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进行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三十七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贪污治罪条例》第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进行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三十八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外衣界条例》第四条及第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本案有时代力量党团提议进覆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决定进覆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下一案。三十八。三十八。第三十九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八十九条之一及第一百八十五条之三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院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三十九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进覆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决定进覆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第四十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陆海空军刑法》第五十四条及第七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四十一案，行政院函请审议成因创新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经济财政两委员会审查。通过，下一案。第四十二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设置条例草案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
通过，谢安。第43案，新政院函请审议台湾地区道路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增订第5条之3条文草案案，程序委会建立，请会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43案，命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送所属周边单位之董事长、总经理及专任人员由公务员退休转任者之薪资、奖金税、月退俸及优惠转款等资料，程序委会意见，立即会交财政委员会。通过，谢安。第49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修正《人身保险及财产保险安定基金计停标准》第2条、第3条及第4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立即会交财政委员会。通过，谢安。第46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修正《信用合作社非市员交易限额标准》第2条及第4条条文，程序委会意见，立即会交财政委员会。通过，谢安。第47案，财政部函为修正《海关管理进出口货站办法》第13条之条文，程序委会意见，立即会交财政委员会。通过，谢安。第48案，财政部函为修正《税捐计算机关管理盈利事业会计账簿凭证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会意见，立即会交财政委员会。通过，谢安。第49案，财政部函送公告108年度花生等14种农产品实施特别防卫措施种类基准数量及基准价格，程序委会。立即会交财政委员会。通过，谢安。第50案，中央银行函送该行及所属中央印制造币2厂107年度政策宣导之广告预算执行情形表，程序委会意见，立即会交财政委员会。通过，谢安。第51案，国防部函为修正后备军人管理规则部分条文，程序委会意见，立即会交报交给国防委员会。通过，谢安。第52案，国防部函送陆海空军军官士官为服闷最少服役年限之愿申请退伍赔偿办法第9条条文刊物表及刊物对照表，程序委会意见，立即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通过，谢安。第53案，国防部函送该部107年度第4季管制预算运用情形统计表，程序委会意见，立即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通过，谢安。第54案，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函为废止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龙旗工厂组织规程、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龙旗工厂办事细则、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龙旗工厂编制表，程序委会意见，立即会交司法及法制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通过，谢安。第50案，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函送107年度第4季退伍军人社会团体活动经费补助情形说明及107年度第4季退伍军人社会团体活动经费补助执行情形明细表，程序委会意见，立即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通过，谢安。第56案，侨务委员会函为废止107年度永久居留权取得困难之国家或地区及其居留资格认定基准，程序委员会意见，立即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通过，谢安。第57案，行政院函送107年7月至12月中央政府营业基金3亿元以上及非营业特种经济1亿元以上补办预算或先行办理数额表，程序委会意见，立即会交交通委员会。通过，谢安。第58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修正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处规准第8条、第10条及第17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立即会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会审查。通过，谢安。第59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修正学术教育或专为网络研发实验目的之电信网络设置使用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立即会交交通委员会。通过，谢安。我第59案，国家通讯。第60案，交通部函为修正《道路危险物品运送人员专业训练管理办法》第3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立即会交交通委员会。通过，谢安。第61案，交通部函为修正《公路用地使用费征收办法》第10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立即会交交通委员会。通过，谢安。第60案，交通部函为修正《水域油气活动管理办法》第9条及第10条条文及《发展观光条例》财阀标准第12条附表八，程序委员会意见，立即会交交通委员会。通过，谢安。第63案，交通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央银行函为修正邮政储金汇兑业务监督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立即会交交通财政两委员会。
通过，谢安。第64案，交通部内政部法务部函为修正《车辆行车事故鉴定及附议作业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呼叫交通内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通过，谢安。第65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农药田间试验准则》第3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呼叫经济委员会。通过，谢安。第66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林产物发财查验规则修正发布令及干务表》，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呼叫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团提改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谢安。第67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业药物毒物试验所技术服务收费标准》第3条附表一，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呼叫经济委员会。通过，谢安。第68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轻收渔业管理办法》第10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呼叫经济委员会。通过，谢安。第69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咖啡虎尾》。狐狸尾兰异豆金针菇为适用植物品种及种苗法之植物种类，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呼叫经济委员会。通过，谢安。第70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保育类野生动物名录名称修正为陆域保育类野生动物名录，并修正公告，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呼叫经济委员会。通过，谢安。第71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动物用药品用量制造准则第45条之一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呼叫经济委员会。通过，谢安。第79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南方黑尾鱼捞作业管理办法》第6条及第18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呼叫经济委员会。国民党团提改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谢安。第73案，经济部函送该部所属事业台电中油台糖及台水公司107年11月份公益支出委托调查会费捐出及募林支出明细表，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呼叫经济委员会。通过，谢安。第74案，经济部函为废止电子游戏机评鉴作业程序，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呼叫经济委员会。通过，谢安。第75案，经济部函为废止电子游戏机分类标准及电子游戏产业公共意外责任险投保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呼叫经济委员会。通过，谢安。第76案，经济部函为本院第9届第二会期第17次会议修正《生技新药产业发展条例》第3条条文，通过附带决议，接送相关产业研究报告及与政策评估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呼叫经济委员会。通过，谢安。第77案，经济部函为修正度量衡业应被正式度量衡标准系及追溯检教机构，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呼叫经济委员会。通过，谢安。第78案，经济部函送空气压缩机容许后用耗用能源基准及与能源效率分级标示事项方法及检查方式，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呼叫经济委员会。通过，谢安。第79案，经济部函送该部所属加工出口区管理处107年度对补助民间团体及个人之补捐处案件汇总表第4季季报表，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呼叫经济委员会。通过，谢安。第80案，经济部函为修正许可业者自行检定之法定度量衡器种类及范围，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呼叫经济委员会。通过，谢安。第81案，经济部函送医师检验免治马桶便座商品之相关检验规定，程序委员会建议请呼叫经济委员会。通过，谢安。第80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送该会107年度10至12月于平面媒体、网络媒体、广播媒体及电视媒体办理政策宣导之相关广告汇整表，程序委员会建议请呼叫经济委员会。通过，谢安。第83案，公民交易委员会函送107年度截至12月底政策宣导广告预算执行情形表，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呼叫经济委员会。通过，谢安。第84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人体器官移植分配及管理办法》第13条及第5条附表，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呼叫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团提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谢安。第85案，卫生福利部函为修正《国民年金保险费与利息分期及延期缴纳办法》第3条及第5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团提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谢安。第86案，卫生福利部函送该部107年10月至12月执行政策传播说明广告栏表，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谢安。第87案，卫生福利部函为新增 GNE 远端肌病变等3项罕见疾病及修正 Dravet 症候群罕见疾病之生效日，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谢安。第80案，卫生福利部防护部函为修正儿童及少年性剥削行为人辅导教育办法部分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
国民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卫生环境委员会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下一案。第八十九案，劳动部函送国务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办理108年劳工保险被保险人纾困贷款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下一案。第九十案，行政院环境保署函为废止水中有机磷农药分析方法固相萃取气象层系以火焰光度侦测器及或磷弹侦测器法 NIAW656.52B 程序委员会意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谢安。第九十一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排放管道中总碳氢化合物及非甲烷总碳氢化合物含量自动检测方法触媒转换法 NIAA758.70B 程序委员会意见，立即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谢安。第九十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水中有机磷农药检测方法固相萃取气象层系以火焰光度侦测器或氮磷侦测器法 NIAW656.53B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谢安。第九十三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含高浓度卤离子水中化学蓄氧量检测方法从铬酸钾回流法 NIAW516.56A 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谢安。第九十四案，行政院环境保署函为废止含高浓度卤离子水中化学蓄氧量检测方法从铬酸钾回流法 NIAW516.55A 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谢安。第九十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水中吸检测方法批次是氢化物原子吸收光谱法 NIEFW340.52A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谢安。第九十六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废止水中吸检测方法氢化吸原子吸收光谱法 NIEFW340.51A 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谢安。第九十七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落尘沉降粒状物收集及量测法 NIAA216.10C 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谢安。第九十八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财政法人环境与发展基金会107年产业用水效能提升计划工作成果报告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谢安。第九十九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改造或台湾锅炉补助办法第一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通过，谢安。第一百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为修正温室气体排放源符合效能标准奖励办法第三条、第七条及第十四条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下一案。第一百零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交通部函为修正机动车辆车型噪音审验合格证明非核放废纸及噪音抽验检验处理办法部分条文及第六条附表附录二、第十三条附录四，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交通两委员会。国民党团提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及交通两委员会审查，下一案。第一百零二案，文化部函为修正文化部文化资产局处规审第四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条文及文化部文化资产局编制表，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通过，下一案。第一百零三案，科技部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科学园区申请变更环境影响说明书或评估书审查作业办法，程序委员会建议，请会交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通过，谢安。第一百零四案，科技部函送该部及所属机关107年第三季不捐助民间团体及个人经费资料一览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改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谢安。第一百零五案，教育部函送运动场馆重大投资案件范围，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通过，谢安。第一百零六案，教育部函为秋山运动产业辅导讲述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通过，谢安。第一百零七案，教育部函为废止托儿所及幼儿园改制幼儿园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通过，谢安。第一百零八案，教育部函送特定体育团体组织及运作管理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
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教育及劳动会审查，下案。第109案，教育部财政部函送个人捐赠运动员专户与所得税列举扣除实施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财政两委员会通过，下案。第110案，教育部财政部函为修正体育团体举办运动赛事或活动免征营业税认定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财政两委员会通过，下案。第111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送该院员工消费合作社应缴会之代办盈余处理情形107年第四季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团提改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下案。第111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送该月107年10月至12月政策宣导广告预算执行情形，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团提改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下案。第113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送新故宫故宫公共文化带动观光产业发展中程计划107年度第四季办理进度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国民党团提议改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下案。第114案，司法院函送该院暨残障法人法律辅助基金会107年第四季政策宣导广告一览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通过，下案。第115案，司法院函送本院第九届第六会期第八次会议制定劳动事件法时通过九项附带决议办理情形，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通过，下案。第116案，司法院函送司法院初步成立之财团法人会计处理及财务报告编制准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通过，下案。第117案，法务部函为台湾高等法院检察署智慧财产分署诉讼当事人在途期间标准名称修正为台湾高等检察署智慧财产检察分署诉讼当事人在途期间标准并修正条文，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通过，下案。第118案，总统府函为该府及所属国家安全会议107年第四季军武与媒体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之情形，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通过，下案。第119案，考试院函为修正专门职业及技术人员高等考试建筑师考试规则，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通过，下案。第120案，内政部函为修正建筑无障碍设施设计规范，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通过，下案。第121案，内政部函送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107年7至12月陈建伟至节目会诊表，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通过，下案。第120案，内政部函为修正台湾警察专科学校正式具专程特殊人员入学办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团提议改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下案。第113案，内政部函送公众勤务总队直升机搭配巡防救难舰之机械组合作业办理情形书面报告，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通过，下案。第114案，海洋委员会函送海洋保育类野生动物名录，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通过。报告院会第125案至第246案，请依序宣读。其中第131、136到140、144、146、150、185、204、216、224、232、234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宣读后，以上提案均改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其余议案均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125案至第246案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营人口及住宅普查试验调查纳入性别议题问项可行性书面报告。劳动部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职业安全卫生署与财政部高雄国税局合署办公室工程营建新建计划及进度管控书面报告，减送办理劳动黑客松一案之说明。卫生福利部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财团法人国家卫生研究院相关书面报告，解送青年世代健康行为场景最终研究计划执行转向说明，解送科技发展工作分支计划向下捐助计划期末书面报告。劳动部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解送丁类危险性工作场所审查标准方案说明。卫生福利部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解送107年度福利服务行动跃升计划
划期末书面报告，减送烟券应将烟税调高而锐减应说明，减送设定目标加强办理烟害防治说明，减送加强主管公务员对家庭暴力被害人应保密事项等教育宣导机制书面报告，减送卫生福利特别输入借金权益第29项社福机构人力聘用说明，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还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算附属单位算权益，减送空气污染防治基金，推动都市绿化及空气品质净化区设置义务编列预算内容不明检讨书面报告，减送订定空气污染防治基金余额最是安全存量书面报告，减送该署主管预算新增权益第29项确实研究分析各空品区空气污染浓度及其排放源书面报告，减送该署主管预算新增权益第67项妥善配置固定污染源及移动污染源之防治经费书面报告，减送环境教育推动计划编列补助地方政府应评估必要性书面报告，减送环境教育主轴政策计划书面报告，减送空气污染防治基金向下空气污染防治计划支付费用中旅费说明，减送温室气体管理书面报告，减送空气污染防治基金向下专业服务费预算说明，减送补助及奖励回收进入处理及再生利用及资源回收调查评估与规划辅导预算费用书面报告，减送室内空气品质管理法公告场所规划进行与评估说明，减送固定污染源空气污染物连续自动监测设施制度检讨及监测数据征询整合计划说明，减送移动空污治理政策应加强海洋港部区域治理说明，减送空气污染防治基金向下捐助补助与奖助预算说明，中央银行还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算附属单位算决议，减送我国应用区块链发行数量数位货币之可行性书面报告，减送金融创新下的金融监管书面报告，减送金融科技下的货币管理书面报告，减送金融区块链应用书面报告，减送督促财经公司协助各公立医疗机构加入医职服书面报告，减送中央照片层副业产品库存问题改善报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还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算附属单位算决议，减送保险业务发展基金决议书面报告，我区退职跟婚姻辅导委员会还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算附属单位算决议，减送该会主管安置基金决议第二项转投资事业安置问题书面报告，减送荣民医疗作业基金新增决议第三项如何加强自身荣民医疗健康照顾服务健康照顾网络方案书面报告，减送台北荣民总医院作业基金业务宣传尽量透过电子化方式书面报告，减送荣民医疗作业基金管理委员会落实性别平等政策具体规划书面报告，减送荣民医疗作业基金新增权益第二项避免传染代替派遣使劳动条件易发恶化书面报告，减送台北荣民总医院病例保存机制不完善书面报告，减送急诊病患处置效率与医师人员工作时间压力改善书面报告，减送催收医疗欠费书面报告，减送荣民医疗作业基金应强化医疗能量解决人员流动问题书面报告，减送经济检讨借推官兵就业辅导作为书面报告，减送检讨职业训练计划及委办做法书面报告，减送各项创业辅导措施实际受惠人数尚属有限书面报告，减送台北荣民总医院转介作业流程书面报告，减送荣民医疗作业基金管理委员会单一性别比例未达三分之一书面报告，减送台中荣总转介作业流程书面报告，减送高雄荣民总医院作业基金公共关系费预算书面报告，减送台北荣总作业基金服务费用预算书面报告，减送应收医疗账款加强清理书面报告，减送台中荣民总医院作业基金专业服务费预算书面报告，减送高雄荣民总医院作业基金专业服务费预算书面报告，减送台中荣民总医院作业基金公共关系费预算书面报告，减送荣民医疗作业基金医疗欠费书面报告，减送台北荣总玉里凤林及台东分院人员流动率仍高书面报告，减送护病比与医护人员福利待遇书面报告，减送高雄荣民总医院总水电费预算书面报告，减送天然气管线拉设计费率拟定相关补助书面报告，交通部还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算附属单位算决议，减送中华邮政公司决议第七项106至109年购置
镇邮政局所计划成本效益分析书面报告，第一项外包劳工权益保障书面报告，第八项160-109年构建邮政局所计划书面报告，第六项160-109年构建邮政局所计划预算编列书面报告，减送交通作业基金决议第一项航空警察局预算编列回归内政部警政署书面报告，减送中华邮政公司决议第五项构建邮政局所计划预算书面报告，第二项邮政物流园区建设计划书面报告，第四项160-109年构建邮政局所计划预算编列书面报告，减送交通作业基金新增决议第四项国际宣传计划书面报告，减送中华邮政公司决议第九项与中华电信公司办理土地分割交换书面报告，减送交通作业基金决议第60项桃园航空客运园区污水处理厂空间火化计划书面报告，减送中华邮政公司决议第三项邮政物流园区建设计划书面报告，减送交通作业基金决议第7项专业服务费净年预算执行率第一项书面报告，减送中华邮政公司决议第28项研磨扩展电子商务市场商机书面报告，减送交通作业基金决议第8项多项委办业务应可自行办理书面报告，第61项航经预算应回归体制书面报告，第4项赴大陆地区计划重新检讨书面报告，第决议第3项出国计划重新检讨书面报告，决议第106项穆斯林友善环境建设起因书面报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减送有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基金新增决议第2项离岛偏乡及原住民族地区数位计算和普及改善书面报告，第1项补助系统经营者亏损合理性书面报告，经济部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减送经济特别收入基金推广贸易基金专配置专业证人员之合理性与效率性书面报告，减送经济特别收入基金有关偏远与原住民族地区家用桶装瓦斯差价补助书面报告，减送将工业区闲置土地引进价值高值的有机农业加工业行动方案，减送台水公司财务改善应用措施书面报告，减送加工出口区管理作业基金107年度业务总支出预算编列书面报告，减送给水业务收入强化营运改善措施书面报告，减送台糖公司增设付费式机动车辆充电站评估报告，减送部分厂商租购地职位建厂使用书面报告，减送加工出口区作业基金加强基催催收管制积极对策，减送加工出口区作业基金催收管制对策之检讨对策，减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缩减短处书面报告，减送风力发电离岸系统示范奖励计划办理经营书面报告，减送台电公司加速原住民族地区废塔地及废弃铁塔处理效率检讨报告，减送核能发电后端营运基金国外旅费书面报告，减送台糖公司农渔产渔物发展循环经济书面报告，减送中油公司与建油土地之公务机关研议交换土地可行性报告，减送台湾中油公司积极提升自主能源比例改善报告，减送水资源作业基金上下给水销货成本书面报告，减送给水业务收入强化营运提升经营绩效报告，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减送禽流感预警疫情预警及检测禽流业者落实禽场生物安全防护等防疫工作检讨书面报告，减送动植物防疫检疫局应加强禽流感疫情预警及养禽业者检测书面报告，减送各类种子种植及对外采购策略书面报告，减送高粱采种田废耕改善办法书面报告，减送种子销售量不如预期书面报告，减送农业生物科技园区厂房区及宿舍区出租率偏低书面报告，减送增加农业科技园区作业基金收益书面报告，减送农业生物科技园区扩充计划预算执行建交书面报告，
简送农粮署推动对地绿色环境景物计划书面报告。国家发展委员会还未把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简送如何积极开拓花东基金其他成员书面报告。简送国家级投资公司之营运现况报告。公平交易委员会还未把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简送强化联合行为常署成效书面报告。简送强化联合行为常署效能改善计划书面报告。简送检讨高通公司采访标准书面报告。简送具体加强反托拉斯宣导书面报告。简送协助产业了解国际反托拉斯法协助计划书面报告。简送宽恕政策及检举奖金制度成效书面报告。教育部还未把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简送培训体育运动人才及运动训练环境改善计划书面报告。简送量化后值经济根基质化提升竞技成绩书面报告。简送评估与清扬公司解除契约监管计划及新建海洋生态展示馆案后续作为书面报告。科技部还未把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简送推动 AI 科技相关计划共享与扩散及计划成效书面报告。美国防部还未把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宪兵军官之晋升及专业人才之运用书面报告。简送该部列准专案书面报告。以上个案宣读完毕。报院会第247案至第442案，请依序宣读。其中第251到361案、第370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审查；第282、367、368、417到427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审查。宣读后，以上提案均改交相关委员会审查，其余议案均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宣读后通过，请宣读。第247案至第442案为劳动部还未把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简送2007年安全卫生教育训练及检查辅导量次办理情形。第四季加强督导各地方政府完成劳动检查目标场次说明。卫生福利部还未把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简送针对五人肾脏病高罹病率检讨原因及改善策略报告。简送药物替代戒烟服务说明及原住民及偏乡离岛戒烟服务计划报告。经济部还未把20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预算决议，简送微电脑网资表加强宣导鼓励参与专案报告。简送国家会展中心扩建南港展览馆新建计划专案报告。简送台水公司无自来水地区供水改善计划提升自来水严管执行率及改善策略检讨专案报告。简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运作改善专案报告。简送中小企业发展基金亏损填补专案报告。简送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计划强化改善措施专案报告。简送增稳南化雾山头水库治理及稳定南部地区供水计划检讨改善专案报告。简送加工出口区作业基金加强基催催收款之积极对策专案报告。简送加工出口区作业基金基催催收款之改善方案专案报告。简送提升产业用地使用效率对策方案专案报告。简送给水业务收入强化改善措施积极提升绩效专案报告。简送严格控管建厂基准落实土地厂房充分利用专案报告。简送改善投资计划审查与追踪机制提升土地建厂容积率专案报告。简送中油公司强化加油站支付多元性及改善自助加油站品质专案报告。简送加工出口区屏东园区推动强化投资经济做法，以有效提升废水处理厂营运绩效专案报告。简送加工处屏东分处推动强化投资经济做法，提升废水处理厂营运绩效专案报告。简送推动贸易基金年年收支短处专案报告。简送水户清运执行效率专案报告。简送中油公司土地活化利用规划主体检讨改善专案报告。简送中油公司土地活化利用规划专案报告。简送工业区土地价格标准改善作业改善专案报告。简送中油公司与建用土地之公务机关研议交换土地可行性专案报告。简送提升我国整体贸易竞争力做法专案报告。简送水资源作业基金观光水库营运计划改善方案专案报告。简送水资源作业基金观光水库替代性人力改善措施专案报告。简送中油公司降低资金筹措成本专案报告。简送台水公司分区计量管网建制作业
检讨执行检讨专案报告简送中油公司转投资事业光谷比率接近国营事业门槛及亏损之转投资事业专案报告。简送台糖公司土地改善管理改善专案报告，简送污水处理厂污泥去化具体改善计划专案报告，简送避免辅导资源过度集中于特定企业专案报告，简送台南公司土地出租或提供设定地上权应杜绝转租式管理改善措施专案报告，简送中油公司国外旅费及大陆地区旅费检讨改善及未来规划专案报告，简送离岛云林离岛市基础工业区新设新兴区土地租售因应措施报告，简送国内工程业者承揽海外工程之行为对推广贸易基金严惩之评估专案报告，简送台水公司决定是一项财务改善应用措施专案报告，第31项财务改善应用措施专案报告，第18项年度营运绩效与开源节流措施专案报告，第17项年度营运绩效与开源节流措施专案报告，自由水源开发计划专案报告，加强宣导提高民众接水意愿，提升供水普及专案报告，新增决议第1项财务改善应用措施专案报告，简送新增决议第20项台电公司土地活化利用方案专案报告，简送台水公司决议第20项营运绩效目标检讨与加强管控各项支出专案报告，简送地方产业发展计划全项推动成效提升推动专案报告，简送台水公司决议19项营运绩效目标检讨与加强管控各项支出专案报告，意见原水费用专案报告，简送国际合作投资专案推动进行专案报告，简送台湾中油公司大工程地区电子装置之管线巡检系统改善专案报告，简送如何扶植创业等中小企业发展评估报告，简送推动大专校院需量竞价做事专案报告，简送部分能效分级产品成推广多年未能彰显效益专案报告，简送中油公司与金融土地公务机关研议交换土地可行性专案报告，简送台水公司财务规划及控管债务余额专案报告，简送台南公司垦丁焚化厂经营绩效改善方案专案报告，简送台水公司无自来水地区以自来水系统替换简易自来水系统专案报告，简送中油公司高厂后进地区整治及南子厂区劳产问题专案报告，简送如何协助中小企业行动方案，简送台水公司财务规划与改善措施专案报告，固定资产之建设改良扩充计划执行检讨专案报告，降低资金成本措施专案报告，简送台湾中油公司改善碳勘成效及提高自主能源比例专案报告，简送中油公司土地活化利用规划检讨专案报告，改善自主管理系统以顺计为运专案报告，经营绩效改善应用措施专案报告，检讨落实执行开源节流措施专案报告，拓展油品及石化品外销市场检讨改善及未来规划专案报告，第5清油裂解工厂搬迁推动延推动进展专案报告，简送台水公司板新地区供水改善计划二期工程光复抽水降压站第2阶段工程检讨改善专案报告，简送中油公司第5清油裂解工程喷迁印尼推动进展专案报告，815停电事故检讨改善专案报告，加强碳勘成效提升自由油气比重专案报告，掌控海外碳勘风险与提升预算执行效率专案报告，与兼用土地之公务机关研议交换土地可行性专案报告，规划第3座天然气接收站替代方案专案报告，推动第3接收站投资计划之财务规划专案报告，第3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投资计划替代方案与设置专案报告，第5清油裂解工厂配合新南向政策搬迁海外推动进展专案报告，致力提升石油化学品附加价值班专案报告，简送能源局鼓励养猪场装置太阳光电专案报告，简送中油公司降低资金筹措成本改善计划专案报告，简送后端基金捐助补助于奖助预算冻结10%专案报告，简送后端基金管理会低放射性废弃物处理及储存计划材料及用品费使用材料费冻结10%专案报告，
行政院农业委会还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单位算决议，解送研谋走资采购策略及最适采种方式专案报告，解送建构新营冲今年从农经营环境专案报告，解送农产品产销调节机制专案报告，解送提高烟农申请零烟转作意愿专案报告，解送辅导槟榔废园转作计划专案报告，解送辅导烟农转型与槟榔废园转作计划执行全效不彰专案报告，解送国际保鲜物流中心专案报告，解送辅导烟农转型与槟榔废园转作计划导向观光发展观光产业发展专案报告，解送农粮署养蜂产业辅导专案报告，解送农业发展基金产销调节处理技能专案报告，公平交易委员会还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决议，解送专利授权治安建筑的原则专案报告，解送重新检讨宽恕政策及坚决奖励相关制度设计与查处机制推动瓶颈专案报告，国家发展委员会还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决议，解送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加强投资预算执行率及相关推动措施专案报告，解送国家级投资公司运作现况专案报告，解送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加强投资预算执行情形专案报告，解送创业推动创业拔萃方案投资计划专案报告，解送加强投资文化创意产业实施方案投资原住民族文化创意产业专案报告，解送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产业转型相关投资计划报告，解送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创业天使投资方案投资情形检讨改善专案报告，解送加强投资中小企业实施方案投资经行部长专案报告，解送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强化投资创业事业营运管理专案报告，解送检讨修正加强投资中小企业实施方案之监督管理机制与执行效益评估专案报告，解送行政院国家发展基金协助直接投资事业改善营运亏损及退场机制专案报告，加强推动办理协助社会发展投资检讨改善专案报告，投资友善多元族群新兴产业专案报告，投资监督机制专案报告，产业创新转型基金推动情形报告，直接投资亏损事业解决方案专案报告，交通部还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决议，前送台湾铁路管理局新增决议时检验车站无障碍设施设置状况专案报告，前送桃园国际减送桃园国际机场新增权益三，避免延宕机场园区整体开发时程专案报告，教育部还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决议，减送大专校院转型及退场相关规划及机运用专案报告，科技部还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决议，减送推动人工智慧科研相关计划整合专案报告及安排报告，法务部还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算决议，减送改善受刑人劳动金劳作金分配数额过低专案报告，解送法务部矫正作业基金劳务承揽运用情形及研议未来人力规划方向专案报告，解送提升矫正机关重位配置率报告，内政部还为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所决议，解送强化我国可负担住宅政策社会住宅租金补贴包租代管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还为捍卫中央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第二期特别预算案决议，解送渔业署水环境建设水域环境奖补收费预算冻结10%书面报告，国防部还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该部军事行政预算冻结420万元书面报告，外交部还为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该部第四目项下参与国际组织活动中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经贸交流活动亚东太平洋司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决议第53第四目项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预算冻结800万元书面报告，检测该部第四目国际会议及交流项下经贸交流活动欧洲司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学术交流活动北美司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学术交流活动亚西及非洲司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学术交流活动研究
税金会预算冻结52人书面报告，文化交流活动欧美司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经贸交流活动北美司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其他协助各项国际交流活动亚东太平洋司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其他协助各项国际交流活动亚西及非洲司预算冻结4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决议59第4目向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60第4目向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61第4目向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62第4目向下，协助各种国际交流活动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该部第4目向下，国化交流活动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中国防御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防兵接待预算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第2目向上，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国外旅费预算冻结50万元书面报告，通讯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业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外交领事人员捐献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制作国情资料中，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制作国情资料中，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人物审暖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配合新南向政策，委托至国内智库推动我国与东协多边关系的委办经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经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外交管理业务冻结900万元书面报告。第5目向上，委办费冻结2000万元书面报告。第3目向上，其他业务促进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中外水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为支持，一般事务费预算冻结3000万元书面报告。中外水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为支中，业务费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对外债券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决议28第3目向上，国外旅费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该部第3目向上，中外水领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预算冻结10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决议32第3目向上，国外旅费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该部第3目向上，中外经济单位基本行政工作维持预算冻结200万元书面报告。第5目向上，中外技术服务预算冻结100万元书面报告。中外技术服务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办理外交替代役中外经费预算冻结300万元书面报告。加强双边及多边合作之预办事务费预算冻结500万元书面报告。加强双边及多边合作之国旅费预算冻结25万元书面报告。加强双边及多边合作预算冻结3000万元书面报告。法务部还委办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附属单位之决议，解送该部相关决议报告。解送该部新增决议合同第1目一般行政500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决议一冻结第1目一般行政3万元报告请安排报告。新增决议二合同第2目房屋行政1000万元报告请安排报告。决议二冻结第2目房屋行政400万元报告请安排报告。新增决议三合同第3目一般建筑及设备500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决议三冻结第3目一般建筑及设备200万元报告请安排报告。解送廉政署决议一冻结第2目廉政义务100万元报告请安排报告。解送矫正署及所属决议一冻结第1目一般行政200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新增决议一含合同第2目矫正义务700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决议二冻结第2目矫正义务200万元报告请安排报告。解送台湾高等检察署决议二冻结第2目检察义务50万元专案报告请安排报告。解送矫正署及所属新增决议二冻结第6目司法科技业务10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台湾高等检察署决议一冻结第1目一般行政50万元书面报告。解送调查局决议一冻结第2目司法调查义务100万元书面报告。公务人员保障经济培训委员会还委办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第5款第4项决议三经济并有效解决公务人员保障事件改善方案专案报告，四不同层级公务员之人权教育课程规划报告。解送国家文官学院国家文官培训业务冻结52万元书面报告。解送第5款第5项决议二公务人员课程多元化讲座及师资改善方案专案报告。立法院秘书长还委办20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送本院单位预算决议预算冻结书面报告。
交通部二零八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及中干部新增决议时第五目第一节路政管理经费冻结书面报告，且从新增决议五十一航港局基隆港理货业劳资争议报告、原住民族委员会函为百零八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解除第一目一般行政冻结五十万元书面报告、第三目经济发展业务冻结一百万元书面报告、第四目土地规划管理利用业务冻结一百万元书面报告、解除更正后之第二目向下健全原住民族纺织经费冻结十分之一专案报告及安排报告。以上个案宣读完毕。陈学生委员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林奕华委员、陈怡明委员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郑宝清委员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报委员会第四四三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均准予备查。第四百四十三案为本院经济委员会函为运费交付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已于立法院质询刑事法第六十一条锁定审查及准延审查期限。第四百四十四案至第四百五十六案为本院经济内政委员会函为运费交付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已于立法院质询刑事法第六十一条锁定审查期限。第四百五十七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蒋委员南信等锁定临时提案之延处期刑。咨询事项找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徐委员署花等锁定咨询之书面答复公文事件，以本院委员咨询部分，本院省委员智慧等向行政院提出咨询共二十九件，宣读完毕。报院会报告事项已处理完毕，现有本院委员柯建明等人针对本次会议议程报告事项第二案及第四十三案院会所作决定提出复议，并请院会立即处理。报院会本件复议案，我们现在进行处理。请问院会针对委员柯建明等人所提复议案有异议？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现在针对柯建明等人所提复议案进行表决。民进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七十九人，赞成二十八人，反对五十人，弃权一人，赞成者少数。做以下之决议：复议案不通过，本案报告事项各案均照原作决定通过。林委员立禅声明对早上的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报院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先处理变更议程之提议，并截止收件。我们依提案先后顺序处理。现在先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四案。先进行第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八次会议建议增列变更议程，将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前总统陈水扁系国际认证贪污案犯以贪污罪遭判刑停验，却称病获准保外就医，不仅屡踩保外就医红线，频繁出席各种政治性宴席、筹措场合，吃喝玩乐自民进党二零一六年重新执政后，更肆无忌惮，对外界高度质疑装病，不再顾忌掩饰，不但透过脸书频繁对政治事务发表意见，每天于明视下午三时有三十分钟的阿扁踹共带状节目放言高论时政，犹有甚者直接参与
选举造势活动当期网红畅谈政治理念，于3月16日之立委补选介入台南民进党二位参选人之间，企图以在地身份发挥关键影响力，图谋自己特色。3月26日，最新一期《新勇歌物语》中，陈水扁透过影片狂骂高雄市长韩国瑜25分钟，中气十足，俨然一位火龙，也丝毫看不出一丝丝病容。台中监狱在对陈水扁公然违反不演讲、不上台、不接受媒体采访、不谈政治、四不原则的保外就医规定之行径，从宽认定，甚至配合演示为其解释。身为督导单位的矫正署与法务部更是严重怠惰失职，以致阿扁完全未将保外就医相关规定放在眼里，公然破坏国家预政制度，重创司法公信力。蔡英文总统及前行政院长赖清德难辞其咎，袁廷安要求立即废止陈水扁保外就医许可，让精气神状况俱佳、口齿表达清晰、健康状况良好的陈水扁回监服刑，以维护司法公信力。请公决案列为讨论事项第一案，是否有让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结果出席78人，赞成28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委员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八次会议，建请将委员江启臣等19人拟具《中央选举委员会组织法》增订第4条之1条文草案，自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委员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78人，赞成28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3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8次会议，建请将委员黄昭顺等委员、蒋乃馨等委员、柯志恩等委员、许志杰等委员、张廖万坚等委员、蒋乃馨等委员、蒋万安等委员、林岱华等，亲民党党团委员吴志扬等
拟具《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资遣抚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案，自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全委员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进行表决。针对本案，民进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79人，赞成29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四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国民党党团针对本第八次会议建请将委员柯志恩等委员、林代化等委员、张廖万坚等委员、许志杰等亲民党党团委员吴志扬等分别拟具《公务人员退休资遣抚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自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相关提案并案协商，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议？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82人，赞成32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2案，先进行第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8次会议议程讨论事项，建请变更议程限仅限立案顺序如下表14案，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全院会对本案有异议？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民党团提议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81人，赞成50人，反对31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民进党团提议召案通过。报院会，院会刚才通过民进党团提议提议为仅列讨论事项，共14案，因此其他党团变更议程列入本次会议讨论事项之提议就不再处理。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变更议程第二案提议，致委员会抽出近乎二读，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委员李立芬等委员、陈敬明等委员、邱志伟等委员、刘建国等委员、赵正宇等拟具《中华民国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5案，拟请院会自委员会抽出近乎二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就照案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变更议程提议共16案，其中第1案、第3案、第4案均已列入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2案、第5案至第7案，因院会刚才通过民进党党团提议为仅列讨论事项，共14案，所以就不再处理。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变更议程第8案提议，致委员会抽出近乎二读，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及第8次院会议，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协议处理条例草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近乎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议？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民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84人，赞成4人，反对8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接着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变更议程第9案的提案，致委员会抽出近乎二读，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及第8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增订第5条之3条文草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近乎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院会对本案有异议？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民党团跟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54人，赞成4人，反对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变更议程第10案提案，提议自委员会抽出经过读，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及第8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经复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委员会对本案有异议，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4人，赞成4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变更议程第11案提议，自委员会抽出经复二读，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及第8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公民投票法增订第16条之一条文草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经复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议？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4人，赞成4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变更议程第12案提议，提议自委员会抽出经复二读，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及第8次院会，拟请将本院委员徐永明等17人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90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经复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议？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71人，赞成4人，反对66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变更议程第13案提议，至委员会抽出经复核读，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8次院会，拟请将本院委员徐永明等17人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9条条文修正草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经复核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院会对本案有异议？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78人，赞成4人，反对7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变更议程第14案提议，请自委员会抽出经复核读，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8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自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抽出经复核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院会对本案有异议？有异议，我们进行表决。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陈树岳委员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55人，赞成4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变更议程第15案提议，自委员会抽出经复核读，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8次院会，拟请将徐永明等16人拟具幼儿教育及照顾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自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抽出经复核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议？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55人，赞成4人，反对5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变更议程第16案提议至委员会抽出，经复核读，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8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163条之一条文草案自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抽出，经复核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全委员会对本案有异。有意我们进行表决，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54人，赞成4人，反对5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亲民党党团变更议程提议共1案，请至委员会抽出，经复核读，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亲民党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8次会议提议变更议程，建请将亲民党党团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286条条文修正草案自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抽出，经复核读，并与相关议案并案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全委员会对本案有异议，没有。亲民党党团的提案，对，没有异议，本案照案通过。报院会现在进行讨论事项。讨论事项第1案：学校法人及其所属私立学校教职员退休抚恤离职之遣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委员会于108年3月27日召开联席会议审查本案，由召集委员段宜康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委员党团说明提案要旨外，相关机关应邀指派代表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委员于报告询答完毕后，省略大体讨论进行逐条审查，将全案审查完竣，另通过附带决议一项。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权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段宜康补充说明。段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学校法人及其所属私立学校教职员退休抚恤离职之遣条例，请宣读第4条。第4条，学校法人及其所属私立学校教职员之退休抚恤离职及之遣给予，采除金方式，由教职员及私立学校学校主管机关按月共同拨缴款项，建立退休抚恤离职之遣除金（以下简称退抚除金）支付，中央主管机关应会同有关机关辅导私立学校学校法人及教职员代表组成财团法人中华民国私立学校教职员退休抚恤除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除金管理会）委托其办理退抚除金之收支管理、运用、审议与退休抚恤离职及之遣审定事宜。除金管理会成员中，教职员代表及教职员推荐专家代表人数不得少于总数2/3。
中央主管机关并应会同有关机关组成私立学校退辅除经监理会，负责除经监督及考核事宜。本条例施行前，依私立学校法规定，成立职中财团法人中华民国私立学校教职员工退休抚恤基金（以下简称原私校退抚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会）于除经管理会成立时并入除经管理会，合并后基金管理会之权利义务由除经管理会概括承受。除经管理会应为私立学校及教职员分别设立学校除经准备专户及个人退抚除经专户，学校法人及其所属私立学校不得制定退休抚恤离职及资遣规定，以取代本条例规定之退休抚恤离职及资遣制度。第二项除经管理会监理会之组织、会议、管理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八条，第八条，私立学校应于每学期开始二个月内，依下列规定提缴教职员退休抚恤离职及资遣准备金至除经管理会：一、私立高级中等以上学校提拨相当于学费3%之金额；二、私立国民中小学提拨相当于杂费2.1%之金额。除经管理会应将前项提缴金额之2/3拨入各该私立学校之学校除经准备专户内，作为学校依本条例规定按月拨缴除经之准备，余1/3拨入原私校退抚基金，用以支付本条例施行前教职员工年资应付之退休抚恤之前给予。私立学校未依第一项规定期限提缴或足额提缴者，自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完缴前一日止，每余一日加征其应提缴金额3%之滞纳金，最高以应提缴金额之一倍为限，其滞纳金收入应归入各该私立学校之学校储备金准备专户。依第四条第一项规定共同拨缴款项，按教职员本年工薪加一倍12%之费率，以下列比率按月共同拨缴至个人退抚除经专户：一、教职员拨缴35%；二、学校除经准备专户拨缴26%；三、私立学校拨缴6.5%；四、学校主管机关拨缴32.5%。前项第二款之拨缴如有不足之数，由各该私立学校指引。第四项第三款之拨缴得先以学校除经准备专户内之准备金拨入，每学期结束，学校储备金准备专户如有结余，得依各该私立学校教职员本年工薪比例及该学期内任职日数加权，一次拨缴进入个人退抚除经专户。第四项第四款锁定学校主管机关之拨缴责任，以最高42年为限，超过最高年资上限之服务年资，除校长、教师个人拨缴部分外，其余均由私立学校提拨。私立学校教职员由已领退休职务金之公务人员、教育人员、政务人员、军职人员、公益事业人员及其他公职人员转任者，第四项第四款锁定学校主管机关拨缴责任由私立学校负担。教职员任职不足一个月者，以该教职员所知薪级之本年工薪除以当月日数乘以实际任职日数，计算实际薪资所得后提拨。教职员认为服务学校计算之服务期间或提拨金额有误者，应自提拨之日起一个月内向服务学校提出异议，请求变更。教职员依第四项第一款规定拨缴之款项不计入拨缴年度薪资所得课税。教职员在退抚除经建立前任职年资至退休资遣及抚恤金，由原私校退抚基金支给，如有不足之数，得由学校主管机关编列预算或在年度预算范围内分年调整之应，不受预算法第23条、第62条及第63条规定之限制。除经管理会于私立及公立学校任用之全体教职员均未具有本条例施行前私立学校任职年资时，应将私立学校依第一项规定提缴金额全数拨入各该私立学校之学校除经准备专户内，由各私立学校依第九条规定办理。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九条，第九条，私立学校应办理教职员增加提拨退休抚恤离职金、离职及资遣给予准备金作业，并得
斟酌财务状况及学校发展重点，拨缴该准备金，教职员另得提拨，其金额在不超过前条第四项第一款规定拨缴额度内者，亦不计入拨缴年度薪资所得课税。依前项规定增加提拨之退休、服饰、离职及资前给予准备金及教职员准备金，应于财务报表中充分揭露，并得委托除经管理会办理其收支管理及运用事项。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十条。第十条，依第八条规定拨缴退抚除金，除金管理会应审酌除金规模情形，设计不同收益风险之投资标的组合，提供教职员选择。未选择者，由除金管理会按教职员年龄配置在适当之投资组合，其实施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前项投资标的组合选择未实施前之退抚除金，由除金管理会统一管理运用。除金统一管理运用时收益及投资标的组合选择实施后，经除金管理会评定风险程度最低之投资标的组合运用受益，不得低于当地银行二年期定存其存款利率，如有不足，由国库补足之。教职员在本条例施行后，年资所领退所领取退休金、抚恤金及资遣给予，于扣除自缴除金本息及资本金及资息后，如有低于本条例施行前年之退休金、抚恤金及资遣给予核算标准，应由各该主管机关补足其差额。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增订第十六条之一。第十六条之一，教师依规定借调办理留职停薪，于留职停薪期间符合前条规定者，得于届满65岁之日起五年内办理退休。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条。第二十条，退休金给付方式如下：一、未满15年给予一次给付；二、任职15年以上，由教职员就下列退休给予，择一之领之。一、一次给付；二、定期给付；三、兼领一次给付及定期给付，得兼领比例之基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一次给付以教职员个人之退抚除金专户本息及依本条例施行前任职年资应给付退休金之总和一次领取；定期给付由教职员以一次给付应领取总额投保符合保险法规定之年金保险，或由出金管理会提供分期请领之设计，作为定期发给之退休金。选择前项由出金管理会提供之定期给付，应由出金管理会于本条例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施行之日起6个月内，设计不同收益风险之投资标的组合，提供教职员选择，并应自负盈亏。其定期给付实施请领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择领或兼领定期给付人员退休时，得以依法领取之退休金或社会保险给付，一次缴足购买第三项规定之年金保险。依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目规定之领者，其退休金各依兼领一次给付及定期给付比例计算之。因工伤病退休人员除不受第一项第二款任职15年以上使得之领定期给付限制外，另由私立学校依本条例施行前原私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规定，按一次退休金标准另行之给20%之一次给付，其任职年资未满5年，以5年计。前项所称因工伤病，指经服务学校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知伤病，并缴验经中央卫生主管机关评鉴合格以上之医院医疗证明者：一、执行职务发生危险；二、于办公场所发生意外；三、于办公往返途中遇意外危险；四、经历职务积劳过度。本条例施行后，退休资遣教职员得缴回原领退休金资遣给予，依第三项及第四项规定办理分期请领。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择领或兼领定期给付人员亡故时，其依前条第三项及第五项规定参加之年金保险，未提供遗嘱继续领取规定者，扣除其领取定期给付总额；未达其参加该年金保险之保证金额时，保险业应将余额按预定利率折现一次发给其遗嘱领受。前项给予无遗嘱或无遗嘱指定用途者，由原服务学校拒领必要费用作为丧葬之用后，余额专供原服务学校办理学生奖助学金使用。
第一项锁定已租之范围顺序及领受比率，依年金保险契约之约定，未约定者依民法之规定办理。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张耀万监等提案第24条之一不予增订。报院会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四条，学校法人及其所属私立学校教职员之退休抚恤、离职及资遣给予，在租金方式，由教职员及私立学校学校主管机关按月共同拨缴款项，建立退休抚恤离职资遣储金（以下简称退抚储金）支付。中央主管机关应会同有关机关辅导私立学校、学校法人及教职员代表组成财团法人中华民国私立学校教职员退休抚恤储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储金管理会）委托其办理退抚储金之收支管理、运用、审议与退休抚恤、离职及资遣审定事宜。储金管理会成员中，教职员代表及教职员推荐专家代表人数不得少于总数2/3。中央主管机关并应会同有关机关组成私校退抚储金监理会，负责储金监督及考核事宜。本条例施行前，依私立学校法规定成立之财团法人中华民国私立学校教职员工退休抚恤基金（以下简称原私校退抚基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会）于储金管理会成立时，并入储金管理会。合并后，基金管理会之权利义务由储金管理会概括承受。储金管理会应为私立学校及教职员分别设立学校储金准备专户及个人退抚储金专户。学校法人及其所属私立学校不得制定退休抚恤、离职及资遣规定，以取代本条例规定之退休抚恤、离职及资遣制度。第二项储金管理会监理会之组织、会议、管理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八条，私立学校应于每学期开始2个月内，依下列规定提缴教职员退休抚恤、离职及资遣准备金至储金管理会：一、私立高级中等以上学校，提拨相当于学费3%之金额；二、私立国民中小学，提拨相当于杂费2.1%之金额。储金管理会应将前项提缴金额之3/2拨入各该私立学校之学校储金准备专户内，作为学校依本条例规定按月拨缴储金之准备，余1/3拨入原私校退抚基金，用以支付本条例施行前教职员工年资应付之退休抚恤资遣给予。私立学校未依第一项规定期限提缴或足额提缴者，自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完缴前一日止，每逾一日加征其应提缴金额3%之滞纳金，最高以应提缴金额之一倍为限。其滞纳金收入应归入各该私立学校之学校储备金准备专户。依第四条第一项规定，共同拨缴款项按教职员本年工薪加一倍12%之费率，以下列比率按月共同拨缴至个人退抚储金专户：一、教职员拨缴35%；二、学校储金准备专户拨缴26%；三、私立学校拨缴6.5%；四、学校主管机关拨缴32.5%。前项第二款之拨缴如有不足之数，由各该私立学校指引。第四项第三款之拨缴，得现以学校储金准备专户内之准备金拨入，每学期结束，学校储备金准备专户如有结余，得以各该私立学校教职员本年工薪比例及该学期内任职日数加权，一次拨缴进入个人退抚储金专户。第四项第四款锁定学校主管机关之拨缴责任，以最高42年为限，超过最高年资上限之服务年资，除校长、教师个人拨缴部分外，其余均由私立学校提拨。私立学校教职员以领退休职务金之公务人员、教育人员、政务人员、军职人员、公益事业人员及其他公职人员转任者。第四项第四款锁定学校主管机关之拨缴责任，由私立学校负担。教职员任职不足1个月者，以该教职员所知薪级之本年工薪除以当月日数，乘以实际任职日数，计算实际薪资后
实际薪资所得后提拨，教职员认为服务学校计算之服务期间或提拨金额有误者，应自提拨之日起一个月内向服务学校提出异议请求变更。教职员依第四项第一款规定拨缴之款项，不计入拨缴年度薪资所得课税。教职员在退抚除金建立前任职年资之退休之前及抚恤金，由原私校退抚基金支给，如有不足之数，由学校主管机关编列预算，或在年度预算范围内分年调整之应，不受预算法第23条、第62条及第63条规定之限制。除金管委会于私立及公立学校任用之全体教职员，均未具有本条例施行前私立学校任职年资时，应将私立学校依第一项规定提缴金额全数拨入各该私立学校之学校储备除金准备专户内，由各私立学校依第九条规定办理。第九条，私立学校应办理教职员增加提拨退休、抚恤、离职及之前给予准备金作业，并得斟酌财务状况及学校发展重点拨缴该准备金，教职员另得提拨，其金额在不超过前条第四项第一款规定拨缴额度内者，亦不计入提拨年度薪资所得课税。依前项规定增加提拨之退休、抚恤、离职及资遣给予准备金及教职员准备金，应于财务报表中充分揭露，并得委托除金管理会办理其收支管理及运用事宜。运用事项，第十条，依第八条规定拨缴退抚除金，除金管理会应审酌除金规模情形，设计不同收益风险之投资标的组合，提供教职员选择，未选择者由除金管理会按教职员年龄配置在适当之投资组合，其实施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前项投资标的组合选择未实施前之退抚除金，由除金管理会统一管理运用。除金统一管理运用时收益及投资标的组合选择实施后，经除金管理会评定风险程度最低之投资标的组合运用收益，不得低于当地银行二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如有不足由国库补足之。教职员在本条例施行后年资所领取退休金、抚恤金及资遣给予，于扣除自缴除金本息及本金及资息后，如有低于本条例施行前年资退休金、抚恤金及资遣给予核算标准，应由各该主管机关补足其差额。第十六条之一，教师依规定借调办理留职停薪，于留职停薪期间符合前条规定者，得于届满65岁之日起五年内办理退休。第二十条，退休金给付方式如下：一、未满15年给予一次给付；二、任职15年以上由教职员就下列退休给予择一之领之。一、一次给付；二、定期给付；三、兼领一次给付及定期给付，得兼领比例之基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一次给付以教职员个人之退抚除金专户本息，即依本条例施行前任职年资应给付退休金之总和一次领取；定期给付由教职员以一次给付应领取总额投保符合保险法规定之年金保险，或由除金管理会提供分期清领之设计作为定期发给之退休金。选择前项由除金管理会提供之定期给付，应由除金管理会于本条例中华民国108年4月9日修正之条文施行之日起6个月内，设计不同收益风险之投资标的组合，提供教职员选择，并应自负盈亏。其定期给付实施清领方式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择领或兼领定期给付人员退休时，得以依法领取之退休金或社会保险给付，一次缴足购买第三项规定之年金保险。依第一项第二款第三目规定之领者，其退休金各依兼领一次给付及定期给付比例计算之。因工伤病退休人员，除不受第一项第二款任职15年以上使得支领定期给付限制外，另由私立学校依本条例施行前原私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规定按一次退休金标准另行支给20%之一次给付，其任职年资未满5年依5年计。
前项所称因工伤病，只经服务学校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已知伤病，并矫验经中央卫生主管机关评鉴合格以上之医院医疗证明者：一、执行职务发生危险；二、于办公场所发生意外；三、于办公往返途中遇意外危险；四、经历职务疲劳过度。本条例施行后，退休资遣教职员得缴回原领退休金，资遣给予依第三项及第四项规定办理分期请领。第21条，责领或兼领定期给付人员亡故时，其依前条第三项及第五项规定参加之年金保险，未提供遗嘱继续领取规定者，扣除其已领取定期给付总额未达其参加该年金保险之保证金额时，保险业应将余额按预定利率折现一次发给其遗嘱领受。前项给予无遗嘱或无遗嘱指定用途者，由原服务学校据领必要费用作为丧葬之用后，余额专供原服务学校办理学生奖助学金使用。第一项锁定遗嘱之范围、顺序及领受比率，依年金保险契约之约定，未约定者依民法之规定办理。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学校法人及其所属私立学校教职员退休抚恤离职资遣条例增订第十六条之一条文，并将第四条、第八条至第十条、第二十条及第二十一条条文修正通过。继续处理审查会所作之附带决议，请议事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附带决议一项，为保障私校教职员任职权益，并使学校主管机关掌握学校教职员离职之概况，配合现有机制，请财团法人中华民国私立学校教职员退休抚恤离职资遣除金管理委员会，按学籍会诊未符合退休资遣条件而离职之教职员等相关资料，送学校主管机关参考，以提高学校主管机关对学校大量异常离职之警觉。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决定照案通过。徐志龙委员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讨论事项第二案，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93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内政委员会于108年3月27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张召集委员洪禄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党团委员说明提案要旨，亦邀请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明通报告及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相关机关派员列席说明并被质询。经报告及询答完毕，进行逐条审查，将全案审查完竣。本案并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院会讨论前，不需经党团协商，并推请张召集委员洪禄于院会讨论时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张委员洪禄补充说明。张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请宣读第93条之一。第93条之一，违反第73条第一项规定从事投资者，由主管机关处新台币12万元以上2500万元以下罚锾，并得限其命其停止、撤回投资或改正，必要时得停止其股东权利；借其仍未停止、撤回投资或改正者，得按此处罚至其停止、撤回投资或改正为止；必要时得通知登记主管机关撤销其废止、撤销或废止其认证或登记、认许或登记。违反第73条第四项规定，应申报而未申报，或申报不实或不完整，或规避、妨碍、拒绝检查者，主管机关得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250万元以下罚锾，并限期命其申报、改正或接受检查；借其仍未申报、改正或接受检查者，并得按次处罚至其申报、改正或接受检查为止。依第73条第一项规定，经许可投资之事业，违反依第73条第三项锁定办法
法有关转投资之规定者，主管机关得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250,000元以下罚锾，并限期命其改正，届期仍未改正者，并得按次处罚至其改正为止。投资人或投资事业违反第73条第三项锁定办法规定，因办理审定申报而未办理或申报不实或不完整者，主管机关得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25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限期命其办理审定申报或改正，届期仍未办理审定申报或改正者，并得按次处罚至其办理审定申报或改正为止。投资人之代理人因故意或过失重大过失而申报不实者，主管机关得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250,000元以下罚锾，违反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其情节轻微者，得依各该项规定先限期命其改善，以改善完成者免予处罚。主管机关依前六项规定对投资人为处分时，得向投资人之代理人或投资事业为送达，其为罚锾之处分者，得向投资事业执行之。投资事业于执行后对该投资人有求偿权，并得按市价收回其股份抵偿，不受公司法第167条第一项规定之限制，其收回股份应依公司法第167条第二项规定办理。宣读完毕。照审查会会议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93条之一，违反第73条第一项规定从事投资者，由主管机关处新台币120,000元以上250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限期命其停止、撤回投资或改正，必要时得停止其股东权利，届期仍未停止、撤回投资或改正者，得按次处罚至其停止、撤回投资或改正为止，必要时得通知登记主管机关撤销或废止其任许或登记。违反第73条第四项规定，应申报而未申报或申报不实或不完整或规避妨碍拒绝检查者，主管机关得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250,000元以下罚锾，并限期命其申报改正或接受检查，届期仍未申报改正或接受检查者，并得按次处罚至其申报改正或接受检查为止。依第73条第一项规定，经许可投资之事业违反依第73条第三项锁定办法有关转投资之规定者，主管机关得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250,000元以下罚锾，并限期命其改正，届期仍未改正者，并得按次处罚至其改正为止。投资人或投资事业违反依第73条第三项锁定办法规定，应办理审定申报而未办理或申报不实或不完整者，主管机关得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250,000元以下罚锾，并得限期命其办理审定申报或改正，届期仍未办理审定申报或改正者，并得按次处罚至其办理审定申报或改正为止。投资人之代理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申报不实者，主管机关得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上250,000元以下罚锾，违反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其情节轻微者，得依各该项规定先限期命其改善，以改善完成者免予处罚。主管机关依前六项规定对投资人为处分时，得向投资人之代理人或投资事业为送达，其为罚锾之处分者，得向投资事业执行之。投资事业于执行后对该投资人有求偿权，并得按市价收回其股份抵偿，不受公司法第167条第一项规定之限制，其收回股份应依公司法第167条第二项规定办理。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93条之一条文修正通过。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后，由委员登记发言，请黄国昌委员。我国现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针对中资来台湾进行投资，设有一定的规范。针对特定的产业，如果涉及到国家安全，有明文排除禁止的；涉及到攸关我国整个经济发展，
也允许中资在一定的条件下面申请许可。但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是，尽管有这样子的规范存在，过去在台湾一而再再而三上演所发生的状况是，明明就是中资，但是却借由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做不实的呈报，来虚伪，在海外的避税天堂透过纸上公司，甚至透过香港假装成外资来台湾进行投资，严重的去回避了、违反了、抵触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所建立的规范。更荒谬的事情是，在这些规范背后，过去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财罚的基准只有从新台币120,000到600,000元，这样子的罚则对于那一些假中资来讲根本形同具文。前经济部部长邓正中甚至在之前阿里巴巴违反规定冒充外资来我国投资的时候财罚120,000，他引以自豪，所有的人都在问这有什么好引以自豪的，这根本是把我国法的规范当成笑话。这一次提高罚则只是第一步，时代力量党团认为，针对透过借名冒名等虚伪诈欺的方式来破坏我国的市场经济、伤害台湾投资人的行为，应该要科予刑罚。我借由这个机会呼吁招委赶快进行协商，不要借由协商把这更重要。继续进行讨论事项第三案，法医司法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于108年3月20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召集委员段宜康担任主席，除邀请主管机关说明提案要旨外，相关机关亦应邀指派代表列席并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委员于听取报告询答后，省略大体讨论进行逐条审查，原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段宜康补充说明。段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法医司法，请宣读第五条。第五条，由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法医师：一、承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判裁判确定但受缓刑之宣告，缓刑期满而未经撤销或因过失犯罪者不在此限；二、曾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判刑确定；三、依法受废止法医师证书处分；四、曾任公务人员而受撤职处分，其停止任用期间尚未届满，或现任公务人员而受休职停止处分，其休职停止期间尚未届满；五、有客观事实认不能执行业务，经主管机关邀请相关专科医师、法医师及专家学者专家组成小组认定；六、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有前项第一款至第三款情事，其已充任法医师者，撤销或废止其法医师资格，并追缴其证书；有前项第四款至第六款情事，其已充任法医师者，于各该款原因消灭前停止其业务之执行。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没有异，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五条，由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充任法医师：一、承受一年有期徒刑以上刑之裁判决定但受缓刑之宣告，缓刑期满而未经撤销或因过失犯罪者不在此限；二、曾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罪经判刑确定；三、依法受废止法医师证书处分；四、承认公务人员而受撤职处分，其停止任用期间尚未届满，或现任公务人员而受休职停止处分，其休职停止期间尚未届满；五、有客观事实认不能执行业务，经主管机关邀请相关专科医师、法医师及学者专家组成小组认定；六、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有前项第一款至第三款情事，其已充任法医师者，撤销或废止其法医师资格，并追缴其证书；有前项
项第四款至第六款情事，其已充任法医师者，于各该款原因消灭前，停止其业务之执行。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法医师法第五条条文修正通过。讨论事项第四案，民法第97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于108年3月20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本案，由段召集委员宜康担任主席，并邀请司法院及相关机关指派代表列席说明及答复委员询问。本案于报告及询答完毕，省略大体讨论进行逐条审查，将全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时，由段召集委员宜康说明，本案不需交由党团协商。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段伟康补充说明，段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民法第976条，请宣读。第976条，婚约当事人之一方由下列情形之一者，他方得解除婚约：一、婚约订定后再与他人订定婚约或结婚；二、故为结婚契约；三、生死不明已满一年；四、有重大不治之病；五、婚约订约后与他人合意性交；六、婚约订定后受徒刑之宣告；七、有其他重大事由。依前项规定解除婚约者，如事实上不能向他方为解除之意思表示时，无需为意思表示，自得为解除时起不受婚约之拘束。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976条，婚约当事人之一方由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他方得解除婚约：一、婚约订定后再与他人订定婚约或结婚；二、故为结婚契约；三、生死不明已满一年；四、有重大不治之病；五、婚约订定后与他人合意性交；六、婚约订定后受徒刑之宣告；七、有其他重大事由。依前项规定解除婚约者，如事实上不能向他方为解除之意思表示时，无需为意思表示，自得为解除时起不受婚约之拘束。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民法第976条条文修正通过。讨论事项第五案，废止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及学校教职员抚恤条例，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教育局文化委员会于108年3月27日召开联席会议审查本案，由召集委员段宜康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机关说明提案废止要旨外，相关机关亦应邀指派代表列席并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委员于听取报告询答后，将本案审查完竣。原经决议，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及学校教职员抚恤条例均同意予以废止。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段委员宜康补充说明。段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决议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及学校教职员抚恤条例均予以废止。讨论事项第六案，家事事件法第32条、第53条及第16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于108年3月20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审查并案审查本案，由召集委员段宜康担任主席，除邀请提案委员说明提案要旨外，相关机关亦应邀指派代表列席说明并答复委员询问。与会委员于听取报告及询答完毕后，省略大体讨论进行逐条审查，全案审查完竣，并通过附带决议一项。原经决议，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院会讨论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出席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段宜康补充说明。段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现在进行逐条讨论。家事事件法第32条维持现行条文，请宣读第53条。
第53条，婚姻事件由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由中华民国法院审判管辖：一、夫妻之一方为中华民国国民；二、夫妻均非中华民国国民，而于中华民国境内有住所或持续一年以上有共同居所；三、夫妻一方为无国籍人，而于中华民国境内有经常居所；四、夫妻之一方于中华民国境内持续一年以上有经常居所，但中华民国法院之裁判显不为夫或妻所属国之法律承认者，不在此限。被告在中华民国应诉显有不便者，不适用前项之规定。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167条。第167条，法院应于鉴定人前就应受监护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状况，讯问鉴定人及应受监护宣告之人，使得为监护之宣告，但有事实足认无讯问之必要者，不在此限。鉴定应有精神科专科医师或具精神科经验之医师参与，并出具书面报告。宣读完毕。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第53条，婚姻事件由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由中华民国法院审判管辖：一、夫妻之一方为中华民国国民；二、夫妻均非中华民国国民，而于中华民国境内由住所或持续一年以上有共同居所；三、夫妻之一方为无国籍人，而于中华民国境内有经常居所；四、夫妻之一方于中华民国境内持续一年以上有经常居所，但中华民国法院之裁判显不为夫或妻所属国之法律承认者，不在此限。被告在中华民国应诉显有不便者，不适用前项之规定。第167条，法院应于鉴定人前就应受监护宣告之人之精神或心智状况，讯问鉴定人及应受监护宣告之人，使得为监护之宣告，但有事实足认无讯问之必要者，不在此限。鉴定应有精神科专科医师或具精神科经验之医师参与，并出具书面报告。宣读完毕。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没有文字修正，决议加释事件法第53条及第167条条文修正通过。继续处理审查会所作之附带决议，请议事人员宣读附带决议之内容。附带决议一项，鉴于目前金门地院、连江地院等地方法院家事调解委员并无女性，均为男性，不符合性别主流化政策要求，司法院应尽速提出改善方针，促使各法院家事调解委员单一性别达三分之一之要求。宣读完毕。请问院会有无异议？没有异议，决定照案通过。讨论事项第七案，中华民国政府与贝里斯政府间公卫医疗技术合作协定，请宣读审查报告。本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于108年3月21日召开全体委员会议，由蔡教职委员室应担任主席审查本案，外交部等相关机关派员列席备询。与会委员于听取说明及询答后进行讨论，将全案审查完竣。院会审议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蔡教职委员室应做补充说明。宣读完毕。请召集委员蔡委员适应补充说明。蔡委员没有补充说明，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案经依审查会意见处理，做以下决议。为求中英文文本一致性，中文文本协定名称及内文于中华民国之后均加注括号台湾。请外交部予以更正，其予准予备查。报告院会上午会议进行到此为止，请各党团干部于下午20:30至议场三楼进行再生能源发展条例修正草案等案之协商。现在休息。